怎么老不削啊？你我不一削牙，这是恩牙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徐，今天带着我们养老院的几位老人出去散散心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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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，好，一到一，上车，上车了，到达目的地啦，威海的粤海公园。这个公园对轮椅老人来说挺友好的。今天气温回暖，温度20多度，风也不算大，很适合出来玩。这一片花要不要拍照啊？这景色真漂亮啊。到灯塔了，这是威海的一个打卡地，今天带着我们的奶奶们也过来打个卡。你怎么老不削啊？你我不一削牙，这是恩牙。碰到了幼儿园的小朋友，这是小班还是中班？托育的，就是全幼儿园以前的孩子。哦，跟我们老人拍张照吧。可以可以。来拍照了。哎呀，小朋友们真可爱。一个抓着一个衣服。一拐一拐的，好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一起拍个照。没想到场面一度失控，小朋友不听老师的，老人们也不听我们的，最后只能拍成这样了。在回去的路上看到这样的画面，不禁让我有些感慨。老人和孩子代表着生命的两端，我对你羡慕，你对我好奇，我曾是你，但你终会是我。人生啊，如此而已，所以多一份珍惜，少一份计较吧。